以今天我们要来学第五课。今天你有课吗？当我读生词，留学生。这是谁？拉拉老师的家人。拉拉老师。对了，是拉拉老师的家人啊。好，请你们选一选。现在我们分组。你去分组看一看。好。他在外国就是他可能也是。好，请你们看看。请你们写句子啊。现在分组写句子。好，现在请你们写一写，想一想，我们分组，请你们选一选，我在什么班？我们分组，两个同学，请你们介绍拉拉老师的课。我们分组。你说，我介绍我的家人。OK， 好的，名称很棒啊。好，莫欣，就是我的妈妈和我。莫欣，那是我的爸爸和我的哥哥。好的，很好。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介绍你的。好，现在请你们写汉字。我再问你们，老师学习什么？中英语。很好，怎么问？大卫是谁？哦，好的。因为什么？来，请你们写写啊，请你们写写。好，现在请你们打字。打字，对，打字写都可以。先看看有真的啊。小学生学习汉字，对吗？好的，很好。我问问你们，你在哪儿？我上午学习汉字，上午我学习汉字。我上午学习汉字，对吗？对，哦，对，好的，很好啊，对，谢谢。好，我们。也可以说什么？上午我学习汉字。莫欣，我上午学习。OK OK， 我们也可以上这个。上午我学习。OK， 都可以。你介绍你的一天啊，介绍你的一天，你打字。好，现在请你打字。晚上谁 ？Subject 是什么？晚上晚饭，晚饭是 object。晚饭。晚上我吃晚饭，啊、我吃晚饭和运动。韩语读写课，韩语文学课，韩语翻译课，汉字课。OK OK， 好的好的 ，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。好 ，OK， 好，他先读得很好啊。好。像你有汉语文学课和汉语翻译课。很好 ，Give you two cups， 非常好。Yes。好的，可以都给你们。好，是我们的 homework 作业。作业。对，作业。好的。那我们下课，明天见，再见。